最有魔性的舞蹈是什么？就是广场舞。首先夹腿伸手歪头，当然了，广场舞发展了这么多年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起起伏伏，曲曲折折，对，啊，一时呢很不被人所认可，所以闹出一些新闻，什么抢场地啊，发生争执啊，扰民啊，等等等等。对，它应该是过了很多个时代。对，我们大概总结了大概有九个时代哈、啊嗯，让王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，广场舞是如何深入人心，为所有人，包括年轻人，都开始接受的。我们看到题板上有80年代、90年代、新世纪初，啊，流派开创期、走红期、完善成熟期和全盛时期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对，我们先说80年代。好，你还是个孩童呢。还是个孩童，对对，我也是个孩童那会儿、啊。我们来看看80年代啊，80年代到底是什么？迪士高 ，disco 啊，迪士高其实都说的。这个时尚一点，对对对，那个时候就是 disco， 跟着我一起蹦一蹦呗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，这个主意不错。您跳您的。哇，天哪！他就是，你是点燃你的内心，来准备啊！啊。朱老师来啊！朱老师，朱老师，朱老师，走，朱老师，走，朱老师，来一个，来来。继续，对，哇，朱老师不够腰，看，有把，接入下来，我们就进入到90年代，看看90年代的是什么，兔子舞，哎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Let's rise，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。这样吧，我们能不能上来？你找年纪大的呗，让我们跳年轻的舞。就你们四位呗，等会儿你们今天四位好不好？兔子舞给很多人的，我都没听过。啊、马瑞，90年代你还没出生呢。我90年代已经2岁了。零后了。我非常简单啊，就是 left 左边 left, 两下 ，right 左下两下，啊、右边两下，前后转转转，好吗？好，咱们来预备，起，一下，两下，等一下，然后前后。转转转，来来来，一变成一竖排，准备开始。来，搭着肩膀，搭着，先左啊。Left, right, 背脊啊。Go, turn around, go. 来，前转，再来。好喘。前后转转，再来一次。左脚，右脚，前。转，最后一遍，左脚，右脚，前后转转转。那个老师啊，我们这样，其实兔子舞呢，就是个高的人跳得更好看啊。哎，像赵小叶这种人，来你过来，你掐他们中间。来，对，兔子舞一定要是个子高大的人，兔子真是跳起来更可爱。这个大兔子，你知道我刚才看什么感觉吗？里边除了郭兰跳得像兔子一样，其他都是半身不遂。对，我看马瑞都你在最中间，来来来，对你站最中间，对，再来一遍啊 ，Go。Left, right, 准备 Turn around, go. 换前两次，换前后，再来一遍，两次。嘿 ，Front, back, 蹬。好，谢谢。一群喝醉酒的兔子，群魔乱舞。太难为人家今天。好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，歌太高。我觉得最典型的是陈不恒，他就好像是一个鼹鼠钻进了兔子窝。